開咗你十秒鐘啊！其實咧，我哋就想開做個節目咧，咁嘅節目名我哋已經諗好個節目名就係七線人氣王。咁咧，我哋就希望喺香港大都北派對大西北節目嘅內容咧，我哋已經擋曬噶啦。係咯，冇問題啊。你覺得你自己係咪黐線啊？未做到黐黐地，從此都唔做。打小人咧，可唔可以打走嗰啲一線啊？即係好紅嗰啲人，打走佢哋，咁我哋咪有機會上位得唔得？可以。真係。打到死人頭，打到你成世冇出頭，打你死人。七線人氣王，5月8號起，星期日於新時代電視2台播出。